试试看吗？啊？我想试试看啊。来啊，我换你碗啊。那我们来试一下。不是这一根呐、啊，我连拿哪一根都没看到。这边啊，这一根呐、啊。大家好，乔老师。那我们现在进入涂装前，跟大家解说一下我们现在制作的进度。这一组一开始我想说，啊，不就是把它无缝用一用，然后就可以直接上色，就没想到这一组最困难的是因为它比例比较大，所以最难就是它重量的问题。OK， 它其实这个身体加上这个脚这几个加起来，这中间这一块核心呢、啊，就已经非常的重了。OK， 所以我为了在后面的涂装会。在涂的过程会比较轻松一点，所以我不打算把它全部粘起来，我就分成比如说它的这个下盘、哦、然后它的这个上半身，上半身包含到手臂啦，然后头啦，口腔啦，这些都这样做。然后这个尾部的中段，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让它先接上去，因为接上去以后它会有点往后倾，所以我现在就会打算先分成这样，连这个背鳍啊，我也是一片片分开。独立一片片上完色，然后插上去，然后再做中间的这个无缝的处理。这一次的这个无缝啊，就是用 AB 塑钢土去做无缝的处理。那基本上现在你听这声音就知道，它已经完全的结合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白的这一个地方就是 AB 土留下来的痕迹。那我们再稍微检视一下，如果还有问题的地方，我们可以再用这个电动钻稍微的把它再细修一下，让它纹理再顺一点。后面就测试喷了一些补土，看中间的这个断差，这个无缝会不会很明显？那目前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哦。这次的无缝做的好像比上次好多了。大致上我们就检查完了以后，就可以开始上色了。那就跟着乔老师的脚步，看后面的发展吧。我也不知道会做成怎样。总算完成第一个阶段，就是把它的黑化，直接喷这个消光黑。那我们后续想要喷那种就是那种金属纸，所以我先打底色黑，然后喷银色或是珍珠白，然后再透这种透明紫色，就是我想要营造出这种这种第四形态觉醒模式。好，前面我们在喷底漆的阶段，我们使用的是 SPARMAX 岩田和工所推出的这台空压机。那这个配色的空压机也是为了配合 SPARMAX 45周年所设计的极光橘款式，它内附的快拆编织软管和快拆出气口，让安装和拆卸变得更轻松。那这款是为模型职人所设计的双缸无油式空压机，再加上 2.5 公升的除气筒，让你快速打气和提供稳定的气压。我觉得蛮帅的，让设备不只是
单纯的使用，它也是可以是一个你模型工作室摆设一个亮眼的装饰。那我这次在底色的部分使用这个 GP850、是 0.5 的口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料槽。那因为我们的底色用量其实算多，可是它的这个喷枪整体设计其实还蛮省料的。你没办法想象这么多的黑，我只用两罐，只用两罐这样的原料哦，就是当然有稀释，1:1的稀释，只用两罐哦，然后就够喷这整支，而且所有的死角我都已经细修过了，就整支就是黑压压的。OK， 那像这种大口径的喷枪的好处就是它的这整个喷幅啊是有一个指向性的。比如说我们在喷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宽的，或是你要喷窄的，你就可以去做前面的这个地方喷嘴这边的调整，对吗？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跟一般的笔型的喷笔用起来，因为笔型单纯就要靠食指去控制，那这种大面积的我们就是简单粗暴，所以它就是这种枪型扳机一扣，很直觉的漆料就出去了，所以也帮我省了不少时间。那再来我们进行下一个阶段吧。我觉得目前为止喷到现在最累的就是整支要扛起来去调角度。再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喷的时候遇到哪些事。第一个阶段我用大口径的去做底色的喷涂，但是下一个阶段我就使用 SPMX 的 SP20X 这个 0.2 的喷笔，那也算是我最常使用的喷笔之一。这一组真哥它设定的这种勾缝很多，那我们就要选择这种比较小口径的，然后开气压低一点，让它深入那勾缝，不然如果你气压太强，它可能表面飘过，然后里面的勾缝都没有填满，那这样子它的这个颜色的完整度就没那么高。那就针对这勾缝，第一个阶段先用白色先拓白，先让它的这个明度去做出一个落差，接下来就很直觉的使用红色的漆料，在这个勾缝地方用 0.2 的口径的喷笔喷在这个细缝中。那我就特别把气压降低，然后小枪慢慢的喷，每个勾缝让红色的颜料慢慢填满。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要做觉醒的模式，那它的背鳍跟它的口腔都会泛出这种淡淡的紫光嘛。那底色一样也是先拓白色，那后面第二层也是使用 0.2 口径的喷笔，然后喷了这个薰衣草紫。哦，这薰衣草紫，我看我这辈子做模型的生涯到现在用掉的量有没有超过两罐，超少使用，就在真哥上面才会用到。我就喷了这个薰衣草紫，那后续我应该会再叠一些透明色，再叠一些更浅的粉紫色，然后去拉出一些高光，那后续就看我怎么把它完成吧。We have in the town.
真的完成，大概花了半天的时间啊，只有半天啊。对，因为用了这台 SPARMAX 最新配色的极光橘哦，这整个速度都超快，就有如超跑般的这种配色啊，这种丝滑的配色，搭配上这种大口径的喷枪，在做第一个阶段底色的处理。那相信前面大家也看到啊、哦，很快这个底色差不多30分钟就上完了，再搭配上这个小口径 0.2 的这个喷笔去做细部的处理，整体做一做大约就是半天的时间了。因为其实 GK 也没有什么难做的，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样，我自己是还蛮满意的。那其实在做这样这么大件的作品啊，我觉得喷枪的掌控这一些都不是难事哦，你只要有手去按就可以了。做这个最难的是你要怎么把它拿起来，这应该有6公斤以上吧，就是很沉的6-7公斤，然后你要单手拿着，然后它又很刺，然后又很怕上面的背鳍断掉，或是上面的这些细节的小东西断掉，真的是非常痛苦。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看看就好，不要轻易尝试。经过这一次哥吉拉的训练以后，大家看看我的左手，有吗？有被没有撞吗？
错。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有这么样快的速度完成你的模型作品，那你可以参考下方资讯栏有 Spamix 盐田焊工相关的这个商品，买了去打开这个喷漆，直接就会了。那大家还想看乔老师用 Spamix 这样的设备做什么样的作品，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那希望朋友今天，那个 New Gun 呢？那个杜卡提呢？